大家好，我是 Candy 二三，然后我们继续玩 Force 搞笑的越战。我上次玩到14%， Online， 也许改天我可以玩看 Online， 没有玩过 Online， 我没有玩过 Online 版。这每次键盘都要拿过来一点，因为一批在左边，哦。WASD TYUI 3, 2, 1 Let's go！ 干他的321有够快的。以前打过来可以去吗？哦，但大不要了，他妈这样的大不要。一开始在 Steam 看到的时候，真的以为是，因为在 Steam 看到的时候，他那边你可以去 Steam 看，要买的时候可以去看，可能我没看仔细吧。那时候觉得他的破坏这样子，那边炸来炸去很帅，结果干买回来才知道，干他是，有笑点的。而且这游戏 FPS 蛮顺的啊，大部分电脑已经都跑得动。然后今天还看到一个就是 ，is Ben Bold， 扩充兄弟还是什么的，反正他就是也是一样的，然后应该是类似他的扩充版吧 ，DLC 之类的，免费的，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是免费啊，可以玩的，他写免费，那到时候来去玩看。嗯，这昨天没有玩过吗？干，容易开始。对哦，都忘记要，昨天已经上传。嗯，哦，就是那个阿诺斯瓦辛格，我昨天忘记那个，靠，这是什么？啊？阿姆是？哦，他的。昨天忘记让我的那个分级无敌就对了，因为我不晓得要不要分级啊，但是啊靠耶，我昨天就在想这一只是谁，后来想想哦，这一只是那个，就是有个警察不是哦，他可以跳，我靠，哦，没有。有个警察不是去一栋大楼里面，然后那一栋大楼就是一堆那个毒枭，有一个是毒枭，《冰与火之歌》那个女王在里面，不是。然后后来想想，干，这是阿诺，他妈一开始我他妈竟然，一开始没有注意到他是阿诺。说实在的，想看看拍箱的样子。他拔蜡枪有够多的。我靠！然后这个大厨是死的，下面加一，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为什么跳上去会那个？哦，这只蛮强。这样刚好，哎，那个树还会动哦。完了，这跳过去，干！可是我不想救，说实在，
哎、欸，哦，这一只昨天有上，好烂哦！屁啊，它跳起来，还有什么功能？哦，可以飞，还不错了。它的炸弹是传送。哦哦 ，shit。干那个狗真的，就是他们吃一只会变很大样。看这个飞弹哥，蛮猛的。干这不是我的尸体吗？他炸自己会死？不会，蛮硬的。让我过、啊，现在炸一炸。好像快没命了。看可不可以到三排，不行，怎么最后一个是蓝波？碎了。可是不救不行，如果你不救他妈一条命而已，这个左轮懒有够烂，这怎么救兵？干他撒出来有六发吗？哎呦，我胡乱的，干这个电影很好看的、啊，这个人演的电影很好看，女主角真的。他妈狗啃尸体是怎样？他一直都不开枪，真的啊！我一直等他开枪。有一次就想等他开枪，他自己不开的。阿诺哥，滴血。哦，对，我昨天就很想试一下。不怎样哦，等一下拿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魔棒是不是？当然不用，白不用。我这火焰也超强。那恶魔到底是怎么帮他存在问题？欸，他手断了。这个人的那个在靠背。操他妈！我说实在也看不懂。再按一次他的巴拉会飞来这就对了。好吧，蛮烂的。
真的蛮烂的。我真的把 FPS 调过了，那我还是发现，我把录影的那个，昨天是用 1080p 录影，我还是发现它画面有点就是不太像 8bit 那种顺畅感。哎靠！为什么？哎干！啊，它后坐力太强，不要在空中用。Nice， 每次出场很快就挂了，但很可惜耶，想用他大绝。哇，他可以连发那么多发，看打的画面乱乱的。听人家讲后面，干什么一开始热？想先救。哦。Cop。他的小枪可以集气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大学是，大学，好嘿。而且他的脸有个北西，啊，好烂！我刚以为是他的子弹是从他背后出来，看，然后近战呢，看是他小。哦，这个肯德基很强。太危险这一局。搞被压死。好危险的存在那台车。干不行，那个如果土地要用完的话，我觉得我干危险。很好，有死角。干，不会剩最后一只了吧？线，然后火枪，头锤真的是。这时候突然觉得阿诺很小，对，很需要阿诺。我们就不要救人了，阿诺一次，靠腰哎、欸！哦，这看这也蛮强。
就很怕被近战。不要救好，这一只很不错。他把子弹弹回去，哎，干！我开始遇到瓶颈。他们射程那么远吗？哦，这一只 nice。与其换那么多条命，不如。看一下他们被盯的样子，加一，一定要救就对了。强迫性就对派上用场的物资，在这边一直洗好了，我看看。我原本想继续洗说。喂。哎，干哦！这一只想要，其实阿诺不好用，还是我不会用。啊靠！呸！干他真的超猛，解除他的小枪很烂。如果你真的想用他小枪的话，干，我很小心的，又要你对那台车哦。靠北，干嘛？我已经死了 好多次。我等呀，变脑残了，对不对？跟我想的一样。那这时候一定要救啊！
先丢几个吧。哦，这只不错，我还有两条命。哦，我终于过来这里了，其实也还好嘛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没关系，还是要鞭尸一下。干，你很快就可以破完，应该杀很多吧。他死了十几次吗？他这一场打了十几分钟了。他们会误射吗？不会，也会啊。把这边炸一炸，因为人只会动，不行。肯德基，这是怎样？靠背。哦。好黑啊！跟阿诺的那个，哦，阿诺的后坐力超大的。哦，这里有巴拉，太好，很准。我下面的还没瞄完，说干，啊，Mission failed。哇，被我爆头欸。像很角色很快就换下一只欸。Indiana Browns！ 要换。好黑。好烂的存在啊，大哥。你怎么往下掘？而且还不能按着。干，你的大学是左轮，我们看可不可以穿墙、哦？可以，很强啊！那要编好几次哦。看，那他左轮很强。
看上面有个棋子，把它挖一下。哎，不是，是不是我看错？哦，可以跑步。靠腰，这什么逆天的存在？这飞弹，你也可以跑吗？跑步要干嘛？算了，谨慎谨慎。他这个大，他这个把他坑下去还是有点危险。还有人质吗？如果上面有什么东西压下来，不就好笑？刚好他的武器蛮炸的。我好像有那种军阀的音乐。很危险的，破坏时光。靠腰，啊，太快！因为我怕我死，我想赶快把前面那几个干掉。干这种时候。万一你很强怎么办？我靠，你这是丢自己的！看，看丢自己是哪一招？对啊，看丢自己是哪一招？哇，很痛！欸，下面是不是还可以骑？我靠，这几个人他妈干危险！我靠，主力也快被炸完了。其实玩很简单啦，但是哦，还有可以直接从这边干，这个超猛的。啊，好靠呗。啊，干阿诺我点。先救人，没人可以救。欸，哦，这是开路用的就对了，还不错。好烂哦，亏你大块头。欸，有啊，可以救。
换个角色，左轮。可是他拿枪很像喇叭。危险！但这射人是被砸到，真的会死那种。对啊，对 ，nice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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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哎呀，哦，这个王他妈的，主要是那个拿炸弹自爆那个，真的是很靠谱。他说有那个。他 C 可以有那个什么 ammo craft， 我不晓得他的子弹 craft 可以是怎样的 craft， 怎么做，怎么制造呢？就这样 ，double tap。他刚讲了什么东西？哦，装置哦。哦，我其实我也不太懂他讲什么，无所谓。啊，干！哦，我以为他们是。那一条是什么？其实阿诺应该是最好用。哦，那一条是类似什么瓦斯管之类的。他感觉就他妈没邓驾咖，哦，啊靠腰嘞！感觉这个那么难哦。听到他们哀嚎，他拔蜡很强，但这一碰到就靠呗。
欸，没有人。干，这要怎么过去？助跑吗？欸，这人刚好，太棒了！干这刺，干草丛现在开始躲人了，干如果要不是你他妈你这一只，干我可能死定了。这好像是那个拿斧头的那个，这样我也不知道他死解开角色就对了。哦，城市战人呢？哇，每个都低吸血。好像越来越难的感觉。哇，这种，但他们也开始会丢拔的那样。我再用一下 C4。我靠呗！直接从这边炸开啊！阿诺。我靠呗，他后坐力弱，你不拉的话，阿诺你，有一个人，你要去救他。干！这一只的功能他妈操！可能唯一的好处应该是从那边掘下去，图纸，他的左轮真的还蛮屌的，还有他的该死的，欸，他鞭子可以用方向是不是？不然为什么会往上鞭？哦，好好好，他的鞭子原来是这般的存在。
那我直接，啊靠！他的鞭子按着可以爬起来，像蜘蛛人那样。真的好像越来越难的感觉。最喜欢的刀锋战士，欸，这边一开始就有人。这是炸爽而已哦。他走路还蛮准的。他拳头好强，我来看一下他的角色是怎样。你看上面那个人是好，也是散弹就对了。大绝只能用一次。好吧。靠边，我按，哦，干，他流血，我没办法控制，按下去，按下去他就，按下去他就一直冲。哎，靠边。哎，哈哈，哎，来了！哦，干！来吧，警探！啊，看好没？我小枪已经集好气了。干，这一只超猛！肯德基，看这叼烟是怎样？哎呦，也有人也是炸弹客，子弹好爽。我想用咒的说，哦，也不好。如果万一他掉下来，刚好他枪还在开。那这也是蛮放松的游戏。干，你除了跳好像也没特别屌。
好吧，先救你看看，看你会不会比较屌。哦，飞弹好。上下，怎么弄？因为他没有告诉我确定键是哪一个，从来我都没有按。哦，看刀子哦。按刀子那个键。干琼斯哥，对，我可以一枪用左轮把你秒掉。你看，我这个警车他妈的全部都是血。啊，对哦，如果你。电梯都一直往上按，你没感到不就？哎呦！得了储存点。哦耶，这真的是很疯狂，有 boss 哎、欸！妈的，先把这个解决，走咯，你要大绝一发。哎、欸，可以上日，好像讲 AK。哦耶！干！哎、欸，靠背，不行，我要自杀。哎、欸，那台机器我要了，自尽吧。没有为什么，就那一台机器人干，我一定要开。干完了，因为他刚比较强。shit。啊！哦，很重哎。这样，我先。就几个人质比较保险。好吧，先上去再说。敢先飞上，你要进站呢？啊，没有，没有进站。屁呀，我只是多起来几次就爆掉了。这是强化这样。也比较屌啊，一直在流汗而已啊。但很可惜的。我还有一条。先跟他干，
我这边是。敢不要随便乱出来，说实在的，我还挂一个，哦，还可以推一个头。看他机器人他妈好壮。真的超级重。哦，破了。好啦，今天在这边做个 save point 的，那感谢你们观看我玩那个 Borfos，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哦，拜拜。